我叫 Ria， 我是谁？我是印度人，我的生日是六月六日，我出生住印度，我的学校是白普里小学，我上六年级，我家有四口人，爸爸妈妈弟弟和我，我的弟弟和叫 Ryan， 也上白普里小学，我的弟弟也出生住印度，他是谁？生日是六月六日，我的爸爸四十岁，我的妈妈三十五岁，我住在香港愉景湾。我的头发是黑色的，我有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巴，长长的鼻子，耳朵高高的鼻子，我漂亮，我穿白色的衬衫和红色的裙子，也穿黑色的鞋子。我喜欢芒果饺子。我也喜欢芒果。我喜欢喝咖啡。我喜欢看书、画画和跳舞。我喜欢打篮球和踢足球。我不喜欢跑步。我不喜欢写字。我喜欢狗。What？ 我喜欢狗。我喜欢看书。我六点。It's not there. Oh, it.我六点起床，八点半上学，八点五十五分上中文课，十点十分上数学课。十点是烦我休息。十点五分上体育课。十二点吃午饭。我会上西岛中学，我感到很快乐。我长大后想当医生。